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经典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不仅在华语圈受到欢迎，更被翻拍成泰剧《爱情便利贴》，还捧红泰星巴尹与 Esther 这对荧幕情侣。也因为两人已经晋升为泰国国民 CP， 进而发展出衍生剧《命中不注定》，在泰国播出时也造成热烈回响。演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不仅在华语圈受到欢迎，更被翻拍成泰剧《爱情便利贴》，还捧红泰星巴尹与 Esther 这对荧幕情侣。也因为两人已经晋升为泰国国民 CP， 进而发展出衍生剧《命中不注定》，在泰国播出时也造成热烈回响。泰版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播出时就被赞还原度高。图翻摄自 One31YouTube。 在《命中不注定》中，别饰演大集团总裁，因为盲肠炎住院，意外遇到严厉的护士 Esther。 在医院中，不是他想干嘛就能如愿，别见识到 Esther 的严格与认真，也开始被他吸引。但 Esther 的身边又有一位护花使者，该如何虏获美人，方兴成了总裁面对的首要问题。泰剧《命中不注定》，巴依为了追爱不惜到偏乡一起医疗服务。图未来戏剧台提供。在剧中饰演护士的 Esther 为让自己更入戏，还特别去学了基本医疗设备的使用，背了许多医学术语，练习 CPR、 量血压等等。他说戏外学的一切都在剧中用上了，也意识到护士需要很大的耐心，以面对不同的患者和突发的情况。 Esther 为了演好护士角色，背了许多医学名词。图未来戏剧台提供。剧中的巴依住院遇上真爱，但现实中他说自己健康得很，一次都没住院过，只有每年固定去医院做一次健康检查。剧中他为了追爱花上宝贵时间，开车到偏乡陪着做医疗服务，还在寺庙求了姻缘绳带上，堪称是最会撩妹的总裁大人。命中不注定25日起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在未来戏剧台播出。别与 Esther 因为翻拍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变成国民 CP。 图未来戏剧台提供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